我在附近逛了几个小区，这个地方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最近，而且绿化呀、设计各方面都很不错。我觉得你肯定喜欢。我进去看。这间是我们的卧室，这个房间呢，将来我们可以当成书房。这房已经搭了工作台。好，听你的。 我喜欢这个落地窗哎！喜欢我们就把它买下来。你公司最近运转这么好啊？一直都很好啊，所以接下来的装修就交给你全权指挥。我装修可是很贵的，方根先生打算怎么支付啊？分期付吧。 抓我的余生，好吗？今天毕业拍照留念的时候你不在，我不想让你错过这么重要的日子。记得4年前我们在那儿。 拍了一张合照，我们今天再去拍一张，有始有终。嗯。今天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 没事，下次少喝点。嗯。那个，玲玲，嗨，玲玲，我是王姐。慢点。 我女朋友来拍照，我当然要一起跟过来。对，拍照。我们还没跟玲玲拍呢，对不对？嗯。走，林，走，拍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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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想跟你一起计划未来，我想以后一直都陪着你。毛毛虫已经破茧成蝶了，周丽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同白天一起晴朗，我与黑夜一同飞翔。方林康，我愿意。
妈，你叫什么？你妈。我不好意思啊，我走了，你们继续。哎，我送你啊，妈。不用。你要是困了就早点睡，不要再等我了。快去睡觉。你一个人加班了吗？跟甲方公司的技术员啊。哦，还有老丁跟大嘴。困死我了，我先去洗澡啊。该敬酒了，再不赶紧宴席都散了。柠檬糖也吃了，衣服也换了，该改口叫老公了吧？我先饿得没力气叫了，快走。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的敬酒环节。感谢所有宾朋远道而来见证他们的幸福。